一下，我看不到我自己。大家看得到我吗？没那么慌张过，大家看得到我吗？大家是不是看得到我呀？希望大家看得到我耶。大家这样看得到我吗？嗨 ，Hello， 看到半张脸，大家我尽力了，这是我的极限了，这个半张脸是我的极限了，因为还要给大家看整个荧幕的话，这是极限了，大家。但有点小哦，真的是我的极限了，大家且看且珍惜。大家且看且珍惜，我调了这个调了快两个小时，这已经是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变成这样了，所以我真的是心很累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这次的直播，不然我真的会哭。今天要玩 Drum King， 就是玩了，因为我不是有在线动发说，我玩 Drum King 嘛，然后玩了之后就觉得好像感觉还蛮适合玩给大家看的，这样会边玩然后边回答二选一，然后呢之后才是今天的重头戏，等一下会跟大家说，大家我要怎么样才会看到镜头？这样我看镜头吗？大家可以回答我吗？现在真的超慌张的。那个二选一有多少人会错意？非常非常非常多人，基本上大家都会错意了。最重要，系统侦测的哦，系统会侦测不到人脸，系统我在这里哦，要是侦测不到我就生气哦。好多心之卡比，没错，因为那是这边是我哥哥的房间，就是我借用他的电脑这样子，所以其实大家原本看到这个书桌并不是长这个样子，它其实非常的乱，然后还有一些有的没的东西，然后我整理了很多东西，然后还架了一堆很多架子，才变成现在这样子，才刚刚好可以堪可入目的一个画面。对，我的脸应该没有长得很奇怪吧，我的脸应该没有长得很奇怪吧，卡比是我的吗？卡比不是我的，卡比是哥哥的，真的假的？猫我侦测不到被强制关机，我要哭咯。可以用特效哦，好，我试试看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那我移开会长这样。哦，我移开大家看得到卡比是？等一下哦，我现在点不到任何一个特效哎。哦，我用这个看看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是不是侦测不到？哦，侦测到哎，侦测到，侦测到。侦测到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哥哥要买新的玩具卡比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哥哥有入手？有哦。如果我就是，怎么说呢？等一下哦，大家，我先弄个东西哈，就是，怎么这么难？我好难啊，我太难了，我太难了，我什么都调不到。我现在真的是零特效哎、欸，大家好可怕。好，算了，我放弃好不好？我放弃。啊，镜头是移位了。等一下，镜头移位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念礼物。等一下。好可怕，这样子有吗？大家这样子有吗？
这样嘞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好，这样子好，好好好，这样子。只是大家这样，嗯，好像要再过来一点点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就很慌张，大家要帮我看一下，不然我真的会哭出来，我真的会疯掉，我真的会疯掉，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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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。谢谢怀怀的告白气球，还有梦幻泡泡，我刚刚有看到有人还有送别的礼物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哥哥什么？哥哥买了呀，哥哥买了，还配合很少人。哦，大家不可以很少人留言哦，大家就是等一下每隔一秒就是要刷一个兔子的表情符号哦，我怕被强制关机哦，不然我这两个小时的心血都没了，我真的会哭，我真的会哭，我是真的会哭哦。等一下不要再发红包哭哦。等一下不要再发红包哭哦。等一下不要再发红包，等一下。我是不是被强制关机了？我是不是被强制关机了？等一下，我的眉眼开太大了吧？我的妈呀！怎么办？这样我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呢、欸。我刚是卡到关掉吗？我刚不是卡到关掉哎、欸，因为我的画面就突然，就是卡了吗？可是我的画面是突然这个。怎么讲？这个什么东西？就是这个直播软体的，是卡了？是卡了吗？确定欸，要确定哦。没有，因为我的不是，我跟大家说，我看我的画面，就是大家看我画面是卡了，但是我的手机是直接跳掉欸，这样是正对，闪退，没错，是闪退。闪退是怎么样？是我被关机吗？还是我可以继续？我真的很想玩 Jump King， 你在看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，我刚刚开了几分钟啊啊！大家，我刚开了几分钟，是我手机的问题吗？真假的？会跳出警告。那跳出警告的时候，大家要跟我说，因为其实我看不到我的手机会跳出警告。五分钟吗？这样不是被关掉？哦，好哦，好哦，那我要继续咯。还是背景在更新，我刚刚是被闪退了。好，为什么我那么想？好，我先这样子来直播给大家。而且我跟大家说，这个其实是我的围巾，大家知道吗？因为这边是我哥的房间，然后他这边就是贴了一些就是偏宅的东西，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回事的宅了。所以呢，就是。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围巾。嗯，对，坏坏东西没有坏坏的东西，只是偏宅而已。大家想看可以自己去看，好吧？对，哥哥的老婆们，没错，就是哥哥老婆们，给哥哥保持形象嘛，这是一个人隐私的问题了。没有，是可以看的东西，只是我觉得有点太窄了，会被ban台。没有，会被ban台。何必要公布？敢问哥哥的老婆是哪位？嗯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反正他就是桌上一堆他的老婆，所以就是。你们不要在那边乱叫哎、欸！好，我先说为什么那么想要玩，而且我跟大家说我现在是手持，所以才会这么慌。哥哥我会吐，我会先把它撕掉。哥哥老婆姐，我不知道欸，其实我没有很了解哥哥老婆到底有谁，好不好？我只知道他的 base 是他的老婆，这样可以吗？大家接受吗？大家不接受也没有办法，好吗？就是大家也必须要接受。然后我现在是手持，我手持真的是有点酸。然后我为什么想要玩 Jump King 大家看呢？诗雅什么诗雅？没有诗雅、啊，是因为我要来挑战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玩 Jump King， 然后不发出很大的声音，这样子。嗯，对，
这个真的超难的。首先我觉得在直播上玩游戏就已经够难了，就是在直播上玩游戏首先就是不可以说出一些没有办法播的话嘛，不是安静啦，就是小声的讲话，跟大家边讲话，然后不能突然哇这样子，不能突然这样子，这是一个小挑战。就是如果我叫出声音的话，可能我要，我还在想我要做什么惩罚。说我可接受的心动台词好了，大家可以提出，然后我可接受的话我就会讲。虽然因为我现在一概不接受嘛，就是心动台词目前是一概不接受，所以就是如果，对，好不好？首先这个难度已经够高了，因为首先是不能骂出没有办法播的话，还有不能鬼脸呢。鬼脸大家可能会不满意哦，毕竟我有偶包，不好意思。对，所以说我要开始玩游戏了，然后我会边跟大家用二选一的那个聊天这样子，然后我应该是会看不到大家了，呜，我应该是不知道会不会看到大家的留言，所以等待中是不可能的，谢谢你。对，好，反正我们现在先把画面转到电脑上这样子好吗？我看一下要怎么办哦，吼，等一下哦，大家等我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我现在就是我现在有点不知所措啊，我现在要先把它转到另外一边，切换镜头，没错没错，这样子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呜，大家突然看到我哥哥的房间，对，就是我哥哥房间，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好，我不是很想要透露我哥哥的隐私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速战速决，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？我们先看看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好了。哎呦喂，我的天儿，我的天儿，这样大家有看到我吗？大家是没看到我，我真的会疯掉耶。好哟，我们来看看大家有看到我吗？大家有看到我吗？看到鸡蛋，你可以再不尊重一点。看来是有是吗？大家有看到我吗？有哦，有吗？有吗？大家有看到我吗？粉红头，粉红头，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粉红头哪里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？大家应该什么都没看到吧？就看到一个卡比吧。大家应该现在只看到，可以吗？现在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哦，试试看特效吗 ？OK，OK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等一下哦，呜呼，皇冠，这样子有没有？这样子有没有？快点，我要开始玩我的 Jump King 了，他都已经在睡觉了，我的天儿！有啦有啦，有吧有吧，这样有吧？有吗有吗？有吗有吗？后面那个是卡比哦，大家。好了，那我要开始了。我把手机放这里，大家看到吗？大家看到对不对？大家看到吗？这样子我比较方便，但是我不希望大家看我的画面，所以这样比刚刚好很多。真假的？我根本没调欸。等待中不可能吗？等待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哟。好咯，那我要开始玩咯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二选一的第一题是什么好了。等一下哦，怎么那么忙啊？第一题是长高五公分跟变瘦五公斤。长，哎呦，差点就要先骂出不能讲的话了。好好好。我先跟大家说 Jump King 这个游戏真的是偏难欸，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说这游戏看起来很简单啊，因为我最近的新欢，不是新欢啦，我最近新喜欢上的 VTuber， 等一下，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镜子会妨碍到我看右边的东西，就是会妨碍到我看右边，而且我现在手根本没有办法放开，我真的是难度加三级耶。好，就是它会让我看不到这里，大家知道吗？因为就是这样子，
没错，所以我就是难度加三级。好，我要先喝水，不然我真的快不行了。嗯，谢谢华华的很多真情告白，谢谢。你不觉得我很厉害吗？我刚刚跳那个是完全看不到的情况下跳的。好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就开始卡关后，真的没关系。第一题是，第一题是长高五公分，还有变瘦五公斤。当然是长高五公分啊！哇！不算，大家刚刚那个不算，刚我们有三次扣打，等一下大家，我们有三次扣打的机会，刚刚那是第一次，刚刚那是第一次，我不管，刚刚那是第一次，我说了算，刚刚那是第一次，毕竟我现在还是很慌张，大家必须体谅我，刚刚那是第一次，好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变瘦五公斤还是要长高五公分？当然是长高五公分。变瘦五公斤的话，我真的会变很瘦喂、欸，我一直卡关呢、欸，真的是不要哭哭耶！哦，刚那个不算了，大家。三次确定够吗？其实我也不确定，但是没办法，就是要给大家一点福利嘛，我整那么好，对不对？唉，哪来找这么好的偶像啊，真是的，你们真的是还不珍惜，我真的是觉得你们吼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啦。好，哦，哇哇哇，这种不算哦，这种声音很小，大家，这种声音非常非常非常的小。我刚刚讲到哪里哦？长高五公分，嗯，长高五公分跟变瘦五公斤，变瘦五公斤，变瘦五公斤，我是真的会变得很瘦哎、欸。立刻加新规则。丑 0.01， 没错，丑0.01。好，下一题，待会我要看一下题目，好不好？大家，我没有办法，就是那么，我的设备没有那么齐全，大家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再来是。哦，这个很难欸，多一个神推瑞婷的人跟多十个二推瑞婷的人，哇，等一下这个我要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真的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是在练习我的耐心，大家如果想。训练耐心的话，基本上我是很推荐大家可以来玩这个游戏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，十个二推瑞婷的人，跟一个神推瑞婷的人。好哦，好哦，我想一下哦，我喝个水。礼物哎、欸，谢谢 Rain 的香槟，谢谢 Rain， 大家应该看到吧？谢谢，这个可以标在这了吧？这样有吗？这样应该有吧 ？OK 哦。我朋友来说，有时二推会比神推持续的还要久。谢谢你这么诚实哎、欸，谢谢你这么诚实。我跟他说，我就是一直卡关在这里。我其实上次我玩了差不多快两个、快三个小时哦，快三个小时。我觉得 Jump King 就是有一个魔力，大家知道吗？我玩了快三个，我玩了快，
我一直跳针欸，呜呼，这个不算哦，我没有吓到，刚刚那个是欢呼，好不好？吓到才算哦，就是那种崩溃吓到。刚刚那个怎么听都不是崩溃吧，大家？那是呜呼欸，呜呼怎么听都不是崩溃哦，大家。对，就是我们现在卡在哪一题？哇塞，一心两用真的很难，大家真的是强人所难。没有，其实这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，真的没关系。罗瑞婷可以再疯一点，真的没关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其实我觉得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这样回答会不会有人走心欸，但你走心我真的是没有办法。我觉得大家神推我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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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兴的，但是我可能会选十个二推的，因为十个人蛮多的，毕竟十个人实在是蛮多的，大家。但是如果他是十个神推我的话，我当然是更大大大欢迎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上次跳的时候没有这么菜耶、欸。我上次玩的时候没有这么菜耶、欸。等一下、欸，我没有这么菜耶、欸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对啊，大家真的是不要为难我，我真的超难的。一个月神推的，大家哎、欸，你真的不要这么诚实哎、欸！等一下，现在突然变成什么诚实台？我太紧张了吗？因为我真的第一次试这个，我怕大家会觉得就是画面不怎么美观或什么。但是我跟大家说，这真的是尽我全力了，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厉害的设备，然后我这些设备都是十分之百分之阳春，所以就是，对，希望大家会看得开心，好吗？十个二推，说不定哪天就会变神推。啊，大家的礼物，我等一下，就是如果有大家觉得我今天会到，哎，我这边一直过不了，我这边一直过不了，什么意思？呜呼，什么意思？还没哦，刚刚那个不算哦，大家。Why？好，我们下一题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跳到一个位置再说。大家等我一下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在这。所以也没关系哦，不可以哦，有关系哦，有关系哦。跳的高度是固定的吗？没有，你按空白键的长度会影响你跳的高度，但基本上这个真的是，就是也很难抓的一个那个。台东花莲吗？我两边都没去过，两边都想去，这样可以吗？我怕不管回到哪一边，都会惹到人。这个问题就是偏敏感，所以吼，就是我觉得两边都是好山好水好风景，所以我是觉得吼，对，就是我都很想去玩，因为我都没有去过。哎、欸，我好像有去过太鲁阁。我好像有去过泰鲁阁，我还在讲话哦，所以这个不算哦，不好意思哦，大家。好，下一题。三月升血还是四月升血呢？不是二选一吗？不行啦，等一下，这个很敏感，很敏感的不可以让我二选一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？很敏感的先不要让我二选一，好不好？这个很敏感欸，这个很敏感欸。猫猫猫猫猫
就是讲，我的椅子不是我的，我哥的。讲话的话，讲话的话不算。你想太多吧？真的吗？其实但是我真的其实很没有了解花莲跟台东的差别。完，那我讲这个话会不会也不行？大家可以跟我说一下，就是花莲跟台东差在哪里吗？对我来说都是东部，都是很漂亮的地方。抱歉，我的印象真的是这样。有人说花莲有雨林，台东没有。幼稚园，三月是特务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选特务。一个比较南，一个比较北，谢你，我谢你。能吃的东西不一样。不是在南北还好吗？那我应该会选台东哦，对，台东有法法，对啊。欸，你把法法放哪里？我应该会选台东，就是，没有什么原因，纯凭感觉。刚才你就要出声音了，这是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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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危险了。太危险喽！哎呦哎呦，大家看我的神操作好吗？好，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没有神操作，不好意思，没有神操作 ，my fault my fault。好，下一题，为什么选台东？纯凭感觉，大家不知道，就是觉得想选一下台东。对，但我还蛮想吃扁食的。扁食是花莲的吧？我应该没有记错吧？记错也太失礼了。喂，好，我们下一题。看完整场直播还在同一个地方，我跟大家说好了，会，会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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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虽然比较喜欢三月，但是四月还是要支持一下。当然 ，of course， 这是当然的吧，大家。这是当然的吧？等一下，我们先跳回红色的地方哦。等一下，大家，我觉得你们可以自己去玩这个游戏，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游戏就是为什么这个游戏到底难在哪。就是我那时候看我最近很喜欢的 VTuber 玩，然后他只花了六分钟就跳完全程。然后我哥就跟我说，你要不要来玩这个游戏？我就说好哇，会很难吗？他说，因为我最近很喜欢的 VTuber 他是跳了六分钟全破的，然后呢我哥就跟我说这超难的，他那个根本是神，
我真的会不小心静音哎。哦，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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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先跳着，我们看下一题。想去东京还是北海道？好难哦，我觉得去日本我都好哎。哇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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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！我觉得，我觉得到底过不过了啊？然后我哥就说，他们就是要全破，基本上都要玩200个小时起跳，所以。我是希望不要下一周直播围在这一卡啦，不然真的很无聊欸，我自己都觉得很无聊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东京还是北海道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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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玩的话，北海道；去生活的话，东京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我要播200小时吗？不会哦，我是看讲英文的。有可能哦，有可能哦，没错没错，我都想去。什么时候能碰到乌鸦呢？那应该是鹦鹉吧，我觉得。看这进度六天也不够，六分好吗？我也觉得。好，我们要下一题了。下一题是高单马尾还是低双马尾？这个很明显吧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当然是高单马尾呀。我其实很少绑低双马尾。What?我很少绑低双马，我比较喜欢，我很喜欢绑高的单马尾。对 ，yes yes yes yes， 差不多这样子，差不多这个样子。为什么呢？觉得低双太害羞了，我不下去。因为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很怕冷，就是有一次在乌梅彩排的时候，然后量体重，然后因为量体重嘛，大家都会把身上的外套什么什么都脱掉，为了减轻体重。然后，就是因为我们彩排的话，基本上冷气会开得比较强，就是跳一跳会变热嘛，不是很懂这个游戏耶。因为跳跳会变热嘛，然后，就是我脱下来，我就无意识的开始狂发抖，因为太冷了，就是我真的是很怕冷的一个人，就是比起怕热，我更怕冷。我怎么一直卡在这里呀？等一下，我要聚精会神。我怎么一直卡在这里呀？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呀 ？Hello， 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呀？罗瑞婷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呀？为什么过不了？哎，我跟大家说，我上次有过，玩了两个小时之后，玩了两个小时之后我有过，然后我现在就是。一直卡在这个为什么一直过不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回答问题，没有，我现在没有在回答问题，我也过不了。好，我们下一题。
对啊，因为这样子彩，然后这样子彩排的时候都会就是看到底能撑不撑得住彩排，就是如果就是没吃东西，因为量体重嘛，可能就会为了量体重不吃东西，然后彩排这样，其实还蛮硬的。哇，真的是会谢耶！我那时候我一开始卡在这两个，他应该看到吧？我是卡在这两个，我一直跳不过去，这时候卡关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看。反正我现在已经克服这个人，然后我现在卡在的是红色的那个小阶梯，我不知道我怎么跳过的，我之前有跳过，我来试试看别的方法好了，等我一下，我要先跳到红色那边。我跟他说为什么 jump king 会一直跳不上去，因为你可能掉下去的地方你会一直掉，然后你就不会回到你其实还蛮熟悉的地方，然后你就会一直没有办法往，像是这样，你就会一直没有办法往前进，但是你又会觉得搞不好我跳得过去，然后你就一直跳，然后你就会一直重踏覆辙，所以你就会像我现在这个样子。大家可以去挑战看看，如果有人很会跳的话，我拜你为师。Fine， 我们下一题。会没力气吧？嗯，我是试过很多次了，还好。好的，再来是天使妹妹还是恶魔姐姐？你们真的是一直挖坑给我跳哎、欸！但不好意思，我选彩姐，因为我跟彩姐同年龄啊。恶魔姐姐就留给大家好不好？虽然天使妹妹留给大家啦，我没有天使妹妹留给大家啦。不是大家，我跟彩姐同年龄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会一直撞墙啊？但各有各的好了，所以就是佳丽的粉丝，请不要来攻击我。佳丽的粉丝，请不要来攻击我。佳丽的粉丝，请不要来攻击我。讲三次，佳丽的粉丝，请不要来攻击我，把佳丽留给你们了。佳丽那么棒，是大家的啊。彩姐也那么棒，当然也是大家的啊。没错没错，大家都很棒哇，大家都是大家的，大家都是大家的。我怎么一直撞墙？我怎么一直撞墙？一直撞墙啦！我一直撞墙，大家我一直撞墙啦！怎么会这样啦？啊！怎么会这样啦？刚那个算吗？那个算 0.5 好不好？大家那个算 0.5。算了，下一题，纯爱还是大义？大家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大义的意思吗？这题不是我想当哪个吗？我想当哪个哦？我想当哪个？我。不会想要去当我们的成员、欸、如果以我们成员来说的话，我也想当我自己，但我还蛮想体验看看林毅的生活，还有品涵的生活，因为他们很瘦，还有人很多很瘦啦，瘦的人生活想体验一天看看。我怎么会连这边都跳不过啊？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？出了什么问题？fine， 心平气和，我们就是心平气和的玩这个游戏呢，非常的有趣。对，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呢，只要你有耐心，你就一定过得了，好不好？纯爱还是大义？大义是什么？感觉一整天都会很饿。你怎么不一直想睡觉吗？那我也是蛮想睡觉的。看来我不太适合二选一这个游戏。快砸键盘了！不会就是我哥的，我不能砸。太先吃了巧克力，我连巧克力都不敢吃。可是第一次生日会，哦对，第一次生日会，那已经不知道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耶，大家。
哎、欸，是谁回来了？先不要进来，会拍到你哦，不可以进来哦。你进来就会拍到你哦，不可以进来，你会拍到你，就是说，是不是？现在我说几遍？我刚没听到哦。好，不可以进来，因为会拍到你。没塞啦。要多久？看什么时候会一个小时。四幺还是七七都不怕，真的都不怕、欸，这样子要怎么二选一？害怕起来都不怕啊，没什么好怕的。不是不害怕的话要怎么选？不害怕的话要怎么选？我认真怀疑，不害怕要怎么选？好，那天使妹跟我姐姐，我不想太多的话，我就选天使妹妹，好不好？天使妹妹。纯爱还是大意？其实我不太知道大意是什么意思，大家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哎呦，我折舌了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？大家可以装没听到，但如果大家装，大家如果想听到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听到的。真的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还有回到过去跟去未来，我想回到过去。去未来的话，预知未来哦，预知未来吗？预知未来的话，人生很无趣啊！怎么回到这里了啦？我的天哪！我想回到过去。如果是预知未来跟回到过去，我没有很想要预知未来耶。其实，因为预知未来的话，这样人生就会变得很无趣啊。人生就是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才有趣。对，说不定我关播的时候，我就跳到一个新的地方了，也说不定。大家，虽然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，所以说，哦，我跳到了耶！哎，我真的很厉害，因为我真的看不到这边有一格东西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我把镜子压下来给大家看，这边有一格，但是我这个镜子完全挡住，所以我真的是看不到耶。哎，怎么移位？这样子有吗？啊，这样子好，这样子好。等一下，怎么越移越奇怪啊？这样嘞。那现在是我哥哥的外套，大家不要误会。回过去要做什么？我到过去想改变什么？我到底什么时候会爆炎呢？哪个大跟哪个意？就是大，很大的大跟意大利的意。哎，这个不行吧？有人问我喜欢谁多一点，这个不行哎，就是问到喜欢哪个成员多一点，这个有点违哦，违哦，这个违，我很违哦，这个我很违，这个我不行。我很为难也很危险，好不好？这个我就不回答了。就是如果问我哪个成员跟哪个成员的话，这个我很危险，所以哇哦啊呜呜啊，这个不算了，大家，这个不算，我只是有点微气喘。
镜头可以往左边一点点吗？往左边一点点，是镜头还是镜子？哦、OK OK， 哎呦，这样子，这样有吗？好，再过来一点，这样。哦、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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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吗？大家再这样可以吗？游戏画面没关系吧？还是有人在看游戏画面的话，游戏画面没关系的话，我随便玩大家也不会知道哦。今天会到哪一关吗？我原本是预期今天可以到蓝色那边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好像不太可能。So， 跳太多了，跳太多了。So I don't know， maybe 我会一直卡在红色那边也说不定。可以吗？真的是可以讲的吗？不要啦，我还是有点微怕。我们可以讨论别的，我一直跳太多了。我们可以讨论别的，二选一。其实我看到有一题是问艺嘉还是柏林，这题齁我真的选不出来，他们在我心中都是一样重要的。就是有关于人的话，我真的有点为难。艺嘉柏林在我心中是一样重要的。所以然后大家刚一直说，就是问到什么喜欢哪一个粉丝多一点的话之类的这种问题，我会自动忽略。首先我会先翻一个白眼再忽略，谁敢问得出这样的问题，我是不知道啦。我是不知道了。这是问题吗？对啊，这是问题吗？这才不是问题呗，这算什么问题？直接忽略。一直以为镜子旁边银色那个是可以跳的台，没有，那是镜子的边框。好，我们下一题。对啊，要问也是问喜欢谢邦还是肌肉饭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喜欢谢邦啊。好哦，再来是一辈子不能看我音跟一辈子不能看咒术，还有绿谷爆好还是切岛爆好。首先呢，我先回答绿谷爆还是切岛爆好。这一题十分之简单，我会选切岛爆好哟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其实没有为什么耶，就是一个感觉，就是一个感觉。但是我选的，就是不是选 CP 的感觉，就是我比较倾向朋友兄弟情的感觉。我喜欢把他们看成朋友跟兄弟，我不会把他们看成 CP。我看动漫基本上不会把角色看成 CP 哦，我又跳太多了啦，真的是哦，到底是想怎样？到底要卡在这里多久？大家真的是一直看我卡在这里就饱啦，真的没关系。然后再来是一辈子不能看我音，还是一辈子不能看咒术？这个是真的很难的，大家。这两个都是我的心头爱，这个太难了吧？哦，这很难呢，这个我真的选不出来哎，好烦哦！这个是真的难到我选不出来，就是选不管讲哪一个，我都觉得良心不安。我都觉得良心不安呐、啊。
两年前的瑞婷跟现在的瑞婷还很饿。两年前的瑞婷跟现在的瑞婷，现在的瑞婷。我觉得不管跟，就是只要有长大，都会选现在的。两年前的自己，对我的标准来说啦，我是觉得，现在播多久了？我看一下，大家。哦，天哪，时间过得很快耶！时间怎么过那么快？时间过那么快。啊！时间过得这么快，我怎么还在这里？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啊！谢天谢地，谢谢谢谢，这是谁？谢谢副委的香槟，谢谢副委的香槟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再大一点就会选以前自己了，不会哦，我跟你又不一样。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，可能你会，但我不会。也其实这，刚刚那个算 0.5 吧。你看嘛，就是这游戏就是会这样子。我们可能等一下又要跳不过去了啦。未来的事情呢，谁也说不定，好不好？不用把自己个人的观点拿来套在别人的观点上，这样子不是很舒服。你怎么想跟别人怎么想是不一样的。反正你觉得，可能你会喜欢以前的自己，然后会觉得，你再久一点之后，我没有在就是骂人的意思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在跟大家说就是。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就是如果预设别人的想法，我是觉得这样子是，你看吧，这游戏就是会这样，就是预设别人的想法这件事情，我是觉得不太好啦。这个游戏就是会这样啊，真的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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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2.5了，对不对？不是抓到诀窍了吗？这样是不是凑到1了？这样是 2， 好，这样是 2， 1.5 还是 2？ 喜欢奔跑的企鹅还是坐车的企鹅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喜欢，不能说，总不能说坐车的企鹅吧？喜欢奔跑的企鹅。不会小时吗？基本上是有。今天哦，我预测别人会走心，好吧 ，it's my fault。但大家太常走心了啦，我觉得。大家太常走心的话，就会变成我会预测你们会走心，好不好？如果大家不要那么常走心的话，我也不会这样子了嘛。好了，我以后不会预设你们走心，好不好？但是我可能会预设你们走心，然后笑一下。这不是一个预设，这是一个笑点，还是大家不喜欢这样的笑点？好
那不好笑，那就不要笑，不好笑就不要笑。不好笑，不好笑，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哦，就是这样啊，起起落落啦。喂喂喂，好了，这样算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进度就到刚刚那边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。我上次也是一直想要往上继续跳，然后就到最底下了。It's okay, it's okay, nothing, nothing. No.这个要是有摇杆会简单一点。我哥都说他用摇杆玩，但我不想，我想试试看用。那个。等一下我看一下问题。好哦，帅还是可爱，帅还是可爱。帅还是可爱。帅还是可爱，帅，目前的我喜欢帅。大家都说二选一嘛，但是我也不是不喜欢可爱，只是硬要选的话，我会选帅。我还是蛮喜欢可爱的，我还是会觉得自己很可爱。等一下，刚刚那句话讲出来好像怪怪的，就是我还是喜欢可爱的风格，我还是会画得很可爱，装扮的。打扮的可爱风，但是我目前喜欢帅的，各方面来说都是。我刚刚有过得了哎、欸，我刚刚以为我刚刚那个跳得过去，我刚刚以为我刚刚我刚刚以为我跳得过去的，我刚刚以为我跳得过去的，怎么以为到这里？我刚刚有跳过去的耶，怎么这样啊？好，我们下一题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不是哦。什么意思 ？Rain 什么意思 ？Rain 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什么意思？请问你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这群人吼。算了啦，看透你们了啦。好啦，反正我是觉得，唉，无话可说。没有啦，我觉得大家都好啊，反正就是本来就是这样运作的嘛。都喜欢，都喜欢，大家都去喜欢，大家都去喜欢。记得还要继续喜欢我就好。啊，我的地位不可以变低、欸、啊，算了啦，说这种话也没什么用，就跟这个游戏一样。呜呼！想要和发发帅气，我会想吗？我跟大家说，就是我跟发发这种帅气成员组 CP 的话，基本上我会变成可爱的那个、欸。就是大家不会觉得我是帅气的那一个，大家应该懂我意思吧？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没什么用啦。还在这，我怎么跳那么久还在这？其实我现在应该已经快要关播了，如果算上我刚刚那个卡住的那一个时段的话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就播到这一场，这一场一小时，就这样好不好？自制力很强。
位不是很清楚。真的假的？好开心哦！太开心了吧！心境反应，游戏进度哎，没错。只希望我放水吗？嗯，不行哦，真的不行哦。我还会继续玩吗？看情况，应该不会，因为我等一下还有事情要做。我有一个东西想要给大家，但是，不知道能不能完成。对，也不是说给大家，我自己想录啦，我自己想录，但是，所以我不能把话说太死，不然到时候没发，大家又会觉得很奇怪。在尝试也不算尝试吧，就是一个小小东西而已。然后大家不用担心，我没有忘记我的一万追踪的唱歌 cover， 我一直都记得，只是因为我真的希望它是 high quality， 希望它是高品质，所以可能不会，可能会很久这样子。没事，下一把还是要继续玩吗？看情况。最高品质静悄悄，真的是 fine 耶。我想至少跳到刚刚那个我过关的地方，那也不算过关啦，就是过了第一关的地方这样子。大家看得开心吗？大家看得开心，我就继续玩了。大家看得开心吗？大家这样子可吗？这样子直播，大家是，大家是觉得可以的吗？我是觉得，毕竟我一个礼拜都只有播一个小时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开心。对呀，哎呦，那也呢，喂，有趣吗？有趣吗？有趣，开心，很喜欢，很喜欢哦。执着是魔鬼，对啊，我就是觉得大家，我想我不讲话的话，大家一定觉得很无聊。So， 看大家蛮开心的，之后我也不确定我下礼拜会想怎么样直播，但反正大家如果看得开心的话，一定是还会有后面。我一定是想要跳到过关的啦，但是反正就是一定还是会，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了？一定还是会有这样形式的直播，只是不知道下礼拜会不会。对，真的没关系啊，真的没关系。这游戏其实明明就没有很难，但就是会过不了关，你知道吗？是一个魔鬼的循环，这是一个魔鬼的循环欸，大家，你看又来了，又到这个鬼地方了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游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走火入魔啊！走火入魔！开心就好吗？偶尔一次还可以，
这种的话不采纳，还可以播一次还可以。对了，其实我问大家开不开心，如果我想玩的话我还是会玩啊，毕竟大家我看大部分的人都还蛮开心的，就是如果少部分的人不想看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。 So 如果偶尔一次还可以，然后我常常玩的话你不行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如果我想常常玩的话我也不确定，因为我不想要被限制，我不是很喜欢被限制，所以呢，哎呦，我没有很喜欢被限制，所以等一下，哎，对了，所以其实我想玩是会玩，只是架这个东西真的是，其实蛮麻烦的，我真的是架了很久。如果不来有考虑会玩别的吗？一直搞到本你啊，我觉得我可能会比你们先腻。不知道，有可能哦，会哦，会哦，我应该会玩卡比或是神奇宝贝阿尔宙斯给大家看。如果游戏直播大家看得开心的话我会继续做，但是不一定每次都会啦，就是对，不会每次都游戏直播，这是确定的。因为其实游戏直播我也有点小麻烦，因为我哥，这是我哥的房间吗？哦天哪，我要思考还要玩这个真的是偏难耶，这是我哥的房间，然后我突然静音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反正如果大家今天看的还开心，我是真的很开心了，因为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看的开心，这样我才会玩的开心。好了，我们到这里就好了。我按到什么了？好可怕！什么东西？我按到一个奇怪的东西了啦！我的手机，哎呦，等一下哦。好了，我要把它变成手持模式。但手持模式我，手持模式的话，我就不能拍手念。哎呦，不想给大家看到我哥的书柜，我就不能拍手念。等一下，这个角度好夸张，我就不能拍手念那个榜了，所以大家就是这样子。今天目标赛没错，我开心就开心，谢谢大家。或许看一次可以看到哦，你们怎么那么暖心？好啦，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大家今天看得开心的话，我真的蛮开心的，因为我也玩得很开心，还蛮有趣的，所以之后应该还是会有这样的形式，只是如果可以改良的更好，让画面更容易看的话，我会尽我所能。但目前这个刚刚大家看到的画面，已经是我尽我全力能变出一个比较可以看的画面了。对，然后我应该不会每一次都玩，毕竟如果每一次都玩的话，可能大家会腻，我也会腻，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，就是会不会太常玩的这件事情。但如果大家常常想看的话，我还是就是会玩。对，你也想玩了，可以试试看哟，可以试试看哟。现在好一点吗？有。没错，有的。然后其实我还有很多二选一没有念完，所以
我是不是上次有 QA？ 我上次 QA 都念完了吧？我记得，我记得我上次 QA 都念完了，我刚念完了吧？我上次 QA 都，我可以把它再来再来一次 ，OK？ 哎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哎，可以耶，耶，那就这样子。已经买花了299，行动派大家。下次你可以换换长毛型的哦，我们家没有长毛那个镜子啦。事故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大家看到了一个我哥的老婆，大家看到了一个我哥的老婆。事故了啦，事故了啦，怎么会这样啦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现在在想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哦，大家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现在姿势超级怪的，因为我现在一手抵着我的围巾，然后我不知道我可以去哪里。啊，我们去卡比的墙，我们去卡比的墙好了，我们去卡比的墙。我们现在可以去哪里？我们现在可以去哪里呢？好，我们去卡比的墙。我真是受够了，受够我哥的房间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里好了。卡比的墙，耶、yeah ！总共有几个呢？大家不要，大家不要再好奇了，我不会跟大家说的，好不好？终于收到我的2019年春节指令了，怎么那么久啊？怎么那么久啊？怎么那么久啊？怎么那么久？好，我们现在在这里好了，然后我就在这里念榜了，大家就看这个可爱卡比，这个是可爱卡比哦，这个也是可爱卡比，好不好？这都是可爱卡比，上面也是，上面是 Pokemon。这个卡比是我姐自己做的。好啦，我要来念榜了，大家不要再跟我闲聊了，我们下礼拜再继续闲聊，好不好？我今天从第五名开始念，第五名是阿 k 啦，谢谢阿 k 啦，我没有办法拍手，谢谢阿 k 啦。然后第四名是怀怀，谢怀怀，谢谢怀怀。第三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，谢谢傅维。第二名是 Rain， 谢谢 Rain， 耶、yeah ，谢谢 Rain， 谢谢 Rain。然后第一名是熊熊，谢谢熊熊，我没有办法拍手，谢谢熊熊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之后要把那个围巾贴的更牢固一点。OK， 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大家记得赶快去指定四月的升学装好吗？那个墙真的是很恐怖耶。我们大家赶快去指定四月的升学证好吗？一开始想说的，可是我没有叫到三次啊，大家，我没有惊吓到三次，所以不算哦。这个规定可能之后再玩几次，可能不知道会不会继续。哦，对哦，还有合照会，没错，还有合照会，大家合照会赶快来找我。我来找我合照哦，耶、yeah ！我手快断掉了，大家手快断掉了，没有办法哟，没有办法。好的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我们二选一，下次会继续讲，对，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，二选一下次也会继续回答。会公布服装吗？不会哟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